第三百零六章，哎，一部电梯多少钱来着？楼道里面所有人都沉默了。这回倒是那个大妈带着孙子开启了看戏模式。可以看得出来，在周易说完这句话后，夏紫嫣就看向了旁边的王武成，明摆着什么话也没说，但这已经代表着某种意思。只是王武成犹豫了一下，还是说道：“那个周总，要不你看我替他给您道个歉？这他刚刚确实是有点着急了。”周易摇摇头，依旧看着夏紫嫣道：“只是道个歉而已，因为这是我装的监控。” 而且我也不欠谁的，不是说我装了监控，现在你需要我就必须得给你。这话其实也不能这么说，因为如果涉及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比如刑事案件，相关部门调查，那他是需要无条件配合的。但是现在，且不说这连民事纠纷都算不上，就算是民事纠纷，我给你提供监控记录也不是义务。就他个人而言，看这个女的一直观感不太好，之前是坐地起价，现在说的这话又给人一种好像所有人都欠他的一样。抱歉，可能你老公会各种宠着你，但是出来。 社会了，我可不会在意这些。咱们该咋办咋办？王武成闻言也只能苦笑一声，回头看了看夏紫燕，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因为他对夏紫燕很了解，对方一贯心气比较高。然而夏紫燕收回了目光，脸上没有表情，看着周易，终于说道：“那个周总，我很抱歉，刚刚不应该那么说话。”这姑娘居然真的道歉了，那就没事了。周易一向说话算话，直接将早已经调出来的监控片段亮了出来。夏紫燕拿着周易的手机，将屏幕一面对着前面的大妈，这才说道。 看到了没？我没有动你孙子一根手指头，反倒是你孙子直接踹了我一脚，够不够清楚？大妈愣了愣神，大概是没想到对方真的有监控吧？这人也是有毛病啊，在那里安监控干嘛？又看看身后的小孙子，这会儿小屁孩已经做出了一副乖宝宝的样子。人都说七岁看大，八岁看老，这句话没什么科学依据，但有时候却是真的很贴切。一个人在七八岁的时候就能看出来那种性格，有的人就是会骗人，从小就会骗人，而有的人呢，从小就是老实疙瘩。 八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那种，而能改变这种情况的，就是后天的教育。只是很明显，大妈现在明摆着不想太责备自己孙子。那你不是也拉着他吼了吗？他才多大，就是贪玩了点，你干嘛要拉着他那么吼？可他把下面的电梯都给按了。大早上的都着急上班，他多大你多大，你和他计较这个事干嘛？告诉他一声改了不就行了？着急上班就不能走下去？眼瞅着夏紫燕已经被气得脸色发红，周亦都摇头了。这种时候的大妈战斗力是强无敌的。 经历过许玉凤之后的周某人已经经验丰富，不需要讲道理，因为你和他们已经讲不通道理了。果然，双方又一次吵了起来，而且看那架势，已经有动手的趋势了。别吵了，找物业，我给物业打电话。”王武成在旁边喊道。热闹，现在是真的很热闹。只是周毅一脸古怪的看向了旁边那位误了早班车的邻居大哥，在旁边看热闹，看得不亦乐乎，那叫一个开心。考虑了一下，周毅还是开口道：“那什么，兄弟，你之前是因为这熊孩子误了公交车是吧？” 邻居大哥点点头道：“对啊，怎么了？”周易将手上四十万的手表让对方看了看，这才道：“其实也没什么，就是作为一个邻居吧，我想提醒你一下，你现在大概已经迟到了。嗯”嗯嗯，大哥因为看热闹而激动到发红的脸色一下子愣住了，看了看那手表，说道：“九点半了，对，我操，迟到了。”旁边的另外俩人也是如梦初醒，包括正和大妈互相问候着对方家里人的夏子燕也突然间醒悟了过来，原本吼那个小屁孩。 是因为他弄得大家时间晚了，可现在弄得好像迟到了。你等着，我告诉你，这事没完。夏紫燕丢下一句话，便匆匆的去等电梯。身后的王武成跟着好像在说什么，结果直接被吼了：“你别跟着我，我遇到问题了，你都不帮我，还说什么不想过这个日子就别过了。”后面的周亦摸了摸鼻子，这咋好好的就扯到离婚的地步了？不过讲道理，他的个人建议是，这位王武成和他老婆夏紫燕并不很般配。到了现在。 基本上可以说都是靠着王武成的妥协来维持婚姻的，但是婚姻很长，为什么我们总说恋爱中就要平等，绝对不能一头热？就因为婚姻很长，你可能付出一年两年，但你可以一辈子都付出而不求回报吗？而婚姻需要两个人都妥协的，需要两个人的付出才能走到最后。莫名的，周某人这会儿开始想了，自己绝对不能找那些脾气不好的女孩，那些女孩还是留给性格温和的男生吧。自己这脾气真的找一个，很大概率是天天吵架。 只是突然想到了方大壮之前的建议，如果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就找周欣然凑合凑合。反正你俩都热衷于送人进去，那叫一个和谐。周欣然吗？别开玩笑了，和周菜鸟感觉没有共同语言，而且对方有个小号，可是叫猛男周的。有句话不是说的好吗？只有叫错的名字，没有取错的绰号。最后看了看那大妈和小屁孩，周易没说话，不吵架。他现在根本不想吵架，劝已经劝过了，人家也说要好好教育孩子，你还能说什么？唉，想了半天。 自己好像也迟到了，一路下楼，结果在半路上遇到了物业的何经理。你问我楼上的情况，就是那个二零零二他们家的小孩，各种乱按电梯，而且还喜欢在电梯口那里用一个小板凳堵着电梯，总之还是挺危险的。面前的何经理点点头，哎，周先生，你说这些事，我们物业也是真的很为难，麻烦啊。那他家的小孩他不管，这万一出点什么事，又都是我们物业的责任，我们总不可能天天守着吧？这一点确实是，周易也很认同，哪怕之前薛经理在的时候，他也认同。 很多事，物业确实没什么办法做，毕竟没有执法权，你只能提建议，别人听不听那是别人的事。之所以对之前的物业，纯粹是薛经理还有徐经理太恶心了，不干人事。所以周易很快说出了他的建议：在电梯口多安监控吗？这来不及吧？物业都有一套流程的，哪怕我是经理也不能乱来。何经理有点犹豫，不过又很快到，但是先安一两个还是没问题的。正如你说的那样，居安思危嘛。说完了正事，周易去公司和经理开始安监控。 周易来到了公司，例行流程般把事儿办完，然后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楚岚走了进来，看着周易道：“周总，您之前跟我说的看房子的事，我已经把相关资料发到您的邮箱了，不知道您看没看？已经发过来了。”周易赶紧打开邮箱，尴尬一笑：“这个我有点忙没顾上，现在就看，现在就看。”而趁着周易看资料的机会，楚岚则是将自己遇到的情况说了一遍，末了才问道：“周总，我也被他们说的迷糊了。你说咱们找其他中介，如果能便宜点买那个房子，算是跳单？” 周易也开始迷惑，这种比较专业性的民事规定，真的不是说拍脑袋就能想出来的。想了想，还是给方大壮去了电话，顺便开了免提。电话响了几声，很快通了。方大壮的声音响起：“喂，周易，找我干嘛？”“哎，对了，关于你上次问我的，如何在不触动刑法的情况下杀人？经过我的仔细思考，大概有以下几种办法。”“楚兰老板每天和他那大壮聊的话题都是这么劲爆的吗？我是不是进错公司了？现在想辞职还来得及不？”周易一脸尴尬，赶紧道。 那什么，方大壮，我这不太方便，嗨嗨，有个事要问你，毕竟是心有灵犀。对面的方大壮秒懂，很快声音就变得正经了起来。虽然之前说那话的时候也很正经，正经到让楚岚差点都觉得这俩真的要去做了。什么事啊？是这样的，我最近不是打算买房吗？然后找了个中介，现在他们说，主要就是关于中介跳单的法律规定。对面的方大壮笑了，嗨，是中介方面的问题啊。我跟你说吧，自从民法典公布之后。 很多的中介就开始发那些规定，把跳单挂在嘴边，就是你说的那样，只要带你去看房了，就必须得通过他买，不然就是跳单。这纯粹是他们自己想太多了。方大壮十分明确地下了定义，这其实就是中介这个职业和其他人理解的不同，或者我们可以说，在中介行业，很多人心里面的想法是房源信息才是最宝贵的。方大壮在娓娓道来，周易和楚岚都听得很认真。这是方大壮很高明的本事，可以将某一个拗口的法律规定说得深入浅出。 自然，这也是方大壮一贯的标准。写出来的东西必须得让法盲都能看明白，那才是好东西。毕竟法律这东西是要面向社会的，弄一堆专业词汇其实并不能显示你的专业。把专业的东西让普通人能理解，这才叫专业。这就要牵扯到中介的本质，或者说中介到底要干什么？好的中介可以让你体会到全程无忧的感觉，什么都不用干，一切都给你搞定。这就是中介的核心问题。他们的服务仅仅是带看吗？要知道。 现在的中介可不是只看着你那点跑腿费，都是按点数来提成的。正常三个百分点的提成，一套五百万的房子，自己算算这个中介费可以到多少？这么多钱一下子赚不到了，搁谁都会暴跳如雷。无关其他，只是因为利益。这样说，并不是在说中介不能收这个钱，而是说单单凭着一个信息差就想赚这么多钱，肯定是不合理的。中介服务是从带看开始的一系列服务，你的服务必须得跟上。砍价，这很明显。 也是一项服务，不要忘了，你是消费者，消费者是有自由选择权的。货比三家，这家的货卖的便宜，所以我选这家，这就是自由选择权，谁也不能说你什么。而跳单，民法典为什么会规制这个东西？其核心是要惩处什么？很简单，惩处的是买房人的不诚信。不诚信，周易有点迷，旁边的楚岚忽然说道：“方老师，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这下轮到对面的方大壮懵逼了。周易，你旁边居然还有别的女人？ 是公司新入职的公关总监帮我买房子呢。方大壮，你继续说。这就要说到老生常谈的一句话：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说，在中介服务中，如果一个人本来就不想付这个中介费，选择绕开中介的方式来私下买房，那这就是跳单，没什么可说的。但是呢，如果他是想付中介费，却因为第一个带看的中介能力不行，意或者想吃差价等等原因，所以没法达到他心中的那个价格，而第二家中介却可以做到，那他选择第二家中介付中介费。 他在整个活动中就是诚信的，当然，我这么说是比较笼统的。反正说人话就是，别管这些，只要你不是故意想着找中介却不想给中介费，那就没事。电话挂了，方大壮都没再多说一句。周易倒总算有点明白了，而楚岚也感觉这个一直困扰自己的问题总算有点清楚了。这么选择，法律上肯定没问题。如果觉得前一个中介带你看房也辛苦，那可以给点车马费，这就是道德方面的范畴了。你就算完全不给，他也不能说什么。行了，周总，那我就放心了。 这套房子，其他中介也有带看服务，也有很多的报价。您看有时间了，可以去看看房子。楚岚风风火火的离开了。周亦和他约好，明天一早和新的中介去看看这房子，顺便谈谈价。那现在还是先回家吧，顺手给方大壮那边打过去咨询费。一天的时间很快过去。第二天早上，周某人又一次早早的醒了，因为有人在给他打电话。楚经理，哦不，楚总监，这才几点啊？哦，八点了。你到了就上来呗。什么？电梯不会动？原本就因为很早起床。 而心情极其不好的周某人更加的暴躁，但是这气又不能冲着楚兰发，所以只能穿好衣服就往楼上走。当然，运动相机等等的这些设备都得准备好了。只是头依旧在疼，因为面对着这种情况，好像真的没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就算他周某人是开挂的，所以还是得先找物业。一边上楼，一边先给何经理去了电话。上了二十楼一看，果然那小板凳还是被放在了，导致电梯根本关不上。没说的，上前就开始敲门。这次开门的是一个中年人。 也是睡眼朦胧，嘴里喊道：“谁啊？这大早上的有毛病啊？是不是？他脾气不好，周易脾气更不好。你家才有毛病呢，能不能管管你家的娃？这大早上的，就你家能用电梯是不是？”周易的吼声更大，一边还指了指旁边的电梯口。那中年人看了看电梯口，道：“那咋了？那又不是我家弄得。”而在他的身后，那熊孩子和大妈也已经走了出来。电梯口这里，因为电梯一直停在二十楼不动，所以也有人不断的走上来。结果看到这情况后，也开始骂缺德。 中年人那一家子自然不忿，很快就骂了回来：“是谁家弄的？我懒得说，我也不和你多说什么。已经通知物业了，现在我就报警，你和他们去掰扯吧。”面对这种阵势，周易直接说道：“随便你报，我家孩子就是顽皮了点，咋？他警察来了还能把孩子抓走？真的有意思？不就是弄的电梯迟了一点吗？你们走旁边的电梯不行？”周易正准备说什么，忽然听到了一阵莫名其妙的声音，回头看去，原本应该正常运行的电梯，不知道为什么已经停止了工作。 随即转过头看了看对面的中年人，好像自言自语道：“哎，一部电梯多少钱来着？”第三百零七章，这咋平白无故的就要进去了呢？周易好像是在自言自语，但他那自言自语就好像在你耳边大喊一样，想听不到都难。于是大家齐齐的转头看向了电梯，只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知道电梯肯定会很贵，但是具体什么价，那不是内行，真的不太清楚。周易也感觉有点不得劲，这什么配合啊？还是方大壮贴心，和他在一块的时候。 面对这种情况都不用示意，那种默契简直就是天生的。而就在此时，旁边的消防连廊门被推开，物业的何经理走了进来，一边还说道：“哦，一个电梯啊，咱这也不是什么高档小区，不贵，几十万而已，小事情、啊。”顿了顿，何经理也看了看那电梯，脸上浮现一丝发愁，道：“这应该是坏了吧？也不知道能不能修好。”哎，看着面前中年人的脸色突然变成了猪肝色，周亦也是笑了。他都没想到，有一天乐府小区的物业经理。 会化身合格的捧哏。虽然周易不懂电梯，但他也知道，一个运转合格的电梯不可能因为这么点问题就直接坏掉的。当然，也架不住有这个可能。但他可以肯定，何经理应该是知道的。只是对方现在的演技极其的真实，真到那些只知道瞪眼修图的女明星看了都会觉得不可能。何经理这边感慨完了，随即来到了中年人面前，道：“娄先生，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吧？这电梯坏了，总得找人来修。这个钱谁来出？”他心里没有半点负担。 反正我现在就是一个普通的物业经理，我又不是电梯修理员，我咋可能知道电梯本身的安全性其实很高，有自己的安全机制？对我一点都不知道。反正最后真的喊电梯公司的人来也得花钱，这肯定不能物业出，顺便把这家人好好教育一下。面前的中年人，也就是楼先生的脸色已经变得苍白无比。几十万的数字和那个谁来出钱的话，就如同一八大铁锤，死死的砸在了他的心里。不是这何经理，你是说这得我来出钱？那不然呢？ 何经理一脸疑惑道：“难道你想让物业来出钱修？”楼先生咬着牙说道：“小区可是有维修资金的，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何经理闻言，脸上出现了一丝纠结的表情，道：“维修资金，这不太好吧？这是咱们小区业主共有的，你问问大家，愿不愿意出钱帮你修这个电梯呢？毕竟这里有监控，大家也都看到了，是因为你家孩子弄的小板凳，才导致电梯出问题的。如果小区其他人都愿意，那物业自然也没理由拒绝。不过我也得说一句，咱们小区的维修资金也是有数的。” 大家在物业的公示里都能看到，这次修电梯的支出可能会很大。听到这里，原本都在看热闹的大家伙顿时不乐意了。有那上了年纪的邻居直接说道：“不行，绝对不行！他家弄坏的电梯，凭什么要用维修资金来修？就得他家自己修，就是凭什么啊？反正我不答应！我看看谁会答应。我们又不是欠他家的，这不是一次两次了，好多次了吧？这几天电梯经常在二十楼不动，而且你们家小孩还经常乱按电梯。之前就说了也不管，好家伙！” 这叫一个群情激愤，饶是楼先生都有点扛不住，周易都想鼓掌了。这位和经理端的是好本事，一看以前就是搞人事的，这调动的本事那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练出来。三言两语之间就把物业和这些业主都联系在了一起，看大家的样子，好像动着维修资金，就好像是在动自己的命根子一样。虽然他们中很多人平日里根本不会关注物业相关方面的公式，反正现在你想都别想，自己家娃闯的祸自己弄去，别想着用我们的钱。和经理看着楼先生苦笑道。 您也看到了，大家都不愿意。我这个物业经理其实就是咱们的一个管家，有人不愿意，我也没办法的。周易觉得小乔和经理了，那就是说这个电梯还得我们来修。楼先生身后的大妈站出来问道：“至于那小屁孩，这会躲在旁边一直在偷看。”“是的，因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你们弄坏了，你们不修，还指望别人来修？”周易在旁边说道。那大妈闻言直接反驳道：“那怎么就确定是我们弄坏的？那谁知道你们这电梯多久没修了？你这怕？” 和经理直接拿出一叠电梯维护记录，道：“大妈，咱们说归说，可千万不要乱说。我们这电梯，人家电梯公司的人都是按照规定来维护的。你这样一句话，可是直接把人家的工作给弄没了，知道吗？”大妈看着电梯维护记录，还想要辩驳。周易直接说道：“行了，在场这么多人，还有监控在，只要把电梯公司的人喊来看看怎么坏的，就能知道。几十万而已，我觉得你们家肯定可以承担。毕竟你们都不愿意管孩子的，这也是周易一贯的看法。他觉得这些宠着孩子。” 什么都不管的人心是真的大，小事也就罢了。他们凭什么认为自己家娃在这样的鼓励下不会给自己闯个大祸回来呢？可是，可是鹏鹏他又不是故意的，小孩子顽皮，喜欢玩一玩。那谁能知道你们这电梯这么容易坏呢？大妈依旧在努力说道：“他故意也好，不故意也罢，弄坏了东西要赔，这道理你们不懂。而且谁和小孩子计较了？我们明明是在和你们大人计较，好吗？知不知道有个词叫监护人？对啊，昨天我记得不是找过你们吗？” 你们说要管着孩子，结果今天又是这样，就你们这样还培养孩子？这话说的够劲。周易回头看去，是那个昨天迟到了的大哥。在这样的群情激愤之下，就连大妈也不知道说什么了。那楼先生气急之下，直接拽过身后的小屁孩开始狂揍，一边揍嘴里还一边配音：“我让你闯祸，我让你闯祸，几十万啊，我们家咋能赔得起呢？”大妈心疼孙子，上前要劝阻，但是楼先生现在已经被那几十万的赔偿给吓着了，当然也可能是在演戏给众人看。别打了。 别打鹏鹏了，你要打打我吧。鹏鹏他才几岁啊！大妈在不断的哭喊，小屁孩已经哭得哇哇乱叫。他是根本没想到自己家亲爹会这么揍自己，因为在以前也做过这样的事，但是家里人都是象征性的说两句也就过去了。怎么这次打的这么重呢？眼泪鼻涕那是呼了一脸。于是，在这门口又开始了一幕闹剧。而守在门口的众人这回倒是不知道咋办了，就像是之前说的，人家在你面前直接揍孩子，你能说什么？反正周易是觉得，在大庭广众之下直接打孩子，这不是教育。 这是给别人看的，真的要教育你，得把孩子带到家里，把道理讲清楚，然后再用打屁股作为辅助手段，而且要打，就得让他永远记住。偷眼看看，和经理这位已经带着物业的几个工作人员上前假意劝说了，但如果仔细看的话，就能发现他们从始至终都离这有点距离。其他一些心善的邻居也是劝说道：“别打了，你现在打了孩子也没用，早干嘛去了？”哎，终于，好像是叫鹏鹏的小屁孩被打得受不了了，嘴里开始一个劲儿的喊道。 那不是你们要早点上班才让我去挡电梯的吗？听到这话，楼先生揍孩子的动作一停，旁边众人劝说的声音也是一停，周某人更是直接愣住。好家伙，我直接好家伙！趁此机会，大妈赶紧将鹏鹏抱在了怀里，一个劲儿的安慰道：“没事了，没事了，你爸也是着急，没事了呀。我家鹏鹏乖，不哭了，有奶奶在呢。好啊，原来是你让孩子弄的是吧？你们要早点上班，我们就不上班了。你们不会早点出门？”有人很是不忿的喊道。 楼先生在那里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辩解，眼看着又要吵起来。周易走到了最前面，顿时没人说话了。但他没有看楼先生，反而看向了那个躲在大妈怀里抽烟的鹏鹏。来，小朋友，你告诉叔叔，你在外面电梯口弄小板凳的事，是你爸让你这么做的吗？没有人说话。楼先生想着辩解呢，直接被周易顶了回去。现在我问的是您的儿子，和您没有关系。鹏鹏眨着眼睛，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了，但是刚刚已经那么说了，这会儿偷偷再看看爸爸，看看奶奶，还是点了点头。 好，所以其实你在电梯口摆小板凳，其实是你爸爸的主意。那么娄先生，你该怎么解释呢？哦，对，你不需要解释。巧了，不是你刚刚说随便报警，还说就算警察来了，难道还能抓孩子回去？那我现在告诉你，警察来了是不能抓你家孩子，但是却可以带你回去。什么？周毅身后的邻居，包括和经理都有点不太明白，却看到周某人一脸自信道：“不理解是吧？没关系，咱们的民警同志还没来呢。我先给你说说，故意损坏公司财物超过五千块的。” 都可以算是数额较大，已经触犯了刑法，是故意损坏财物罪。咱这电梯嘛，几十万，马马虎虎，那算是数额巨大了，好像够判个三年以上七年以下了。当然，做这事的是孩子，那孩子肯定没事，但你这个教唆的家长，那可就有问题了。我记得教唆犯都是按照具体犯罪来走的，而且教唆未成年人，这可是加重情况啊。所以楼先生，你说我这个报警有没有用呢？其他邻居互相看看，这通分析好像挺有道理的样子。所以这个二十楼新搬来的邻居。 真的因为这事就要进去了，有心想反驳，但是对方说的好像有理有据，还有教唆犯之类，听着就很专业的词汇。只有和经理想笑，这位周先生又在吓唬人了。因为这电梯基本没什么大事，根本花不了多少钱，而且他也感觉这好像哪里不对。周易肯定不是专业的，他这连二把刀都不算，就是平日里从方大壮那里听了一些东西，这会儿属于现学现卖。先不说其他的，教唆犯，如果教唆对象是无刑事责任能力人，那么就不构成共犯关系。 而应该由教唆犯承担全部的责任。反正周易也是瞎几把说，大家也是随便听。但是楼先生是真的被吓住了。和进去坐七年牢比起来，赔个几十万都是小意思了。但是，但是这怎么回事呢？他这好端端的，怎么突然就要去坐牢了呢？楼先生现在还在惊吓之中，好好的起来准备上班，就因为之前随口和儿子说的一句话，结果现在就要进去了。旁边的大妈这次真的着急了，听到儿子要进去，一巴掌就甩在了孙子身上：“鹏鹏，你说什么呢？你爸什么时候和你说这话了？” 呀，原本小屁孩已经不哭了，却没想到自己视为保护伞的奶奶居然也开始揍自己了。这今天这到底是怎么了？怎么谁都要揍自己？呜呜，被打了，不说话，现在就在那里不断的哭。大妈又转过身来看着周毅道：“不是啊，这小孩子的话也能当真吗？他什么都不懂吗？就是在乱说。你们还信一个小孩的话？哎，千万别！”周某人直接把胸口的运动相机摘下来道：“大妈，别这么说人孩子，您之前可是说的，小孩子从来不撒谎的哦。” 您如果想要证据，我这有呢，保证都是高清的。大妈哑口无言，就算再无理取闹，这个时候也真的不知道说什么了。周易确实在吓唬他们，只要涉及到了刑法，证据体系就严密很多，正常来讲都是疑罪从无的，单凭这么点证据，根本不可能弄什么事。但是周易觉得有这么一次，他们绝对是不敢再让孩子乱来了。这次是幸运没闯祸，那下次呢？至于说得罪人无所谓，他周易得罪的人多了。正想着怎么办，旁边消防走廊的门推开。 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了进来。周毅，咋又是你？那进来的民警赫然是老李。周某人讪笑着点点头，没说话。老李满头雾水，正准备了解情况呢，却看到前面一个大妈扑通一声跪下了：“警察同志啊，我儿子真的没有，没有教唆什么，真的没有啊！”老李教唆这么专业的词，谁能告诉我现在是个什么情况？第三百零八章，好端端的怎么谁都要打我？所以你说你要早点上班，所以指使你们家孩子把小板凳放在电梯口拦着电梯，对吧？ 老李看着面前的娄先生，道：“娄先生面色苍白，赶忙解释道：‘同志，不是这样的，我叫……我这个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家娃怎么就那么说？嗯、你不告诉他，他能知道这么说？’昨天迟到的邻居很是不不忿道：‘行了。’老李摇摇头，看了看周易，脸上却是变得更加严肃了。老李对于这样的情况，其实也是见过的。一般，其实基层派出所也没什么好的办法，批评教育为主。至于说涉嫌犯罪什么的，那就是开玩笑了。” 反正老李在刚刚弄清楚情况后，已经知道了周易的想法。吓唬一下，这个其实没什么，毕竟单纯的批评教育，很多人都不会长记性。但是现在有了这样的事，那加上批评教育，效果就会很不错。所以老李也没有当场解释对或者不对，只是上前道：“嗯，这个事有点麻烦，楼先生是吧？我现在需要带你回去了解一下情况，请你配合一下。”老李在基层干了这么多年，对于很多基层情况都了如指掌。除了当初遇到周易时候，那是真的懵逼了好久。 对于这样的人家，那是必须得好好批判教育一下，所以带回去真的无可厚非。基层派出所吗？什么都要管。而且一般来说，如果两人发生矛盾，吵得不可开交，那首先是要带回去，让他们冷静一下。你还别说，效果真的好。在外面好像吵到了互相要命的地步，那只要带回所里，大部人的火气会瞬间下去，主动开始和解。类似的情况，老李处理过很多了。结果这话一出来，大妈差点晕过去，楼先生更是一下子没站稳，而后又一把把孩子抓过来就开始揍。 那是真的下了狠手，老李赶忙阻止道：“你现在当着我的面打孩子是什么意思？以前他犯错了，怎么不教育他？行了，跟我回去。”老李的脸色很严肃，声音也很大。房间里面的其他人，楼先生的老婆等人也都走了出来。在知道情况后，同样脸色苍白。这咋好端端的，家里的男人就要被带走了呢？而且还是因为这么点小事。原本他们害怕归害怕，但心里面总是有点不相信的，毕竟是感觉真不算什么大事。可现在老李的样子，直接让他们以为人要进去了。 一时间，各种各样的求饶声层出不穷。警察同志，警察同志啊，求求你放过他吧，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就是孩子瞎说呢。那咋也不可能是这样。楼先生的妻子上前不断说道：“老李，黑着脸，先跟我回去接受调查。我们不会误会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请你放心，放心。”这话说的谁能放心？这演技，这表现，让周易不禁感慨一声：“还是老队友舒服。”你看老李，人家就不拆自己的台。楼先生的妻子求饶无果，结果旁边的小屁孩张开双手跑过来。 估计是想着让自己亲妈来抱抱，毕竟是亲妈呢。奶奶和爸爸都揍他了，结果被亲妈一脚就踹开，顺手上去屁股上又是狠狠的几巴掌。后面爷爷也是一脸的恨铁不成钢，抬起拐棍，同样给屁股上来了几下。这一套操作直接给小屁孩干懵了，站在那里，眼泪都打回去了，开始治愈。往常不管做什么，家里面谁都不会动他一根手指头，结果现在反过来了，父亲、母亲、爷爷、奶奶，谁都要揍他。周某人看的已经开心到爆炸，什么叫爽？ 这才叫爽！正在此时，手机响了，拿起来一看，楼下的楚岚又打电话了。他在楼下等了好半天没动静，结果还看到有警察来了，就打电话过来问问有什么事。没事没事，那个小楚啊，在等我一会，我马上下去。以前总是吐槽别人动不动看热闹，喜欢八卦，结果自己也是这样，罪过呀，罪过。楼下楚岚看着手机，一脸呆滞。小楚，周某人赶紧回家洗漱，剩下的是有物业和经理和老李他们呢，相信肯定是能让这家人受到教育的。而电梯。 确实得请专业人员来，好像是个什么安全机制。反正这个钱肯定是得楼先生他们家出。一路洗漱完毕下楼，看着楚岚，周某人很是不好意思道：“抱歉，抱歉，楼上他们起了冲突，有个熊孩子那什么看热闹，耽搁了一点时间。喜欢看热闹也不是什么大错。”这一点周易十分反感。有些人动辄就说国人咋样咋样，张嘴闭嘴就是国人的陋习云云。然后国外如何如何，尼玛，除了咱们国家以外，其他的国家都是国外。你那动辄国外哪里哪里好？ 你说的是哪个？国外只是对面的楚岚点点头，没说话。小楚这么快就成小楚了吗？一路沉默着开车，来到了光明区古德路光明峰小区。这里是荆州市光明区的重点工程，这个小区只是其中之一。整个光明峰项目投资很大，周围的环境也是一流，甚至可以说，他们腾达公司现在租赁的写字楼也属于光明峰项目之一。据传闻，当初这个项目征地的时候，还发生过一些冲突呢。 很快便找到了光明峰小区，康田中介的中介经理已经在小区门口等着了。张经理你好，这是我们的周总，就是他要买这套房子的。楚岚上前介绍道。对面的张经理有点胖，闻言赶忙笑道：“周总好，您的眼光是真的不错。光明峰整个项目现在已经在稳步推进，这小区未来升值潜力巨大。”周毅点点头道：“张经理，我这个人一向快人快语，之前是小楚他和别的中介去看过，只是价格方面没谈妥，我还没去看呢，所以我需要先看了房子再说。” 张经理马上到，没问题，周总，我现在就带你去看光明峰小区二十三号楼，只有七层，专门就是这种大平层，一层一户，面积都很大。至少周易在看了这房子内部之后，也是十分满意，不管是装修还是别的方面，这套房子都太爽了。两百一十三个平方，当然公摊大概在百分之十二左右。按照目前荆州的房价来看，这套房子买下来大概需要七八百万的样子。好在之前网报暗号系统羊毛赚的不少，加上这次的专项资金，咬咬牙还是能拿出这些钱的。 看完了，就是谈价钱、谈各种服务的时候了。所以张经理，你也知道的，最开始找的中介并不是你，是另一家。但是呢，他们一来服务方面都没做好，二来嘛，达不到我的预期价格。其实价格也是服务的一方面，但可以分开来说。张经理点点头，他不会多说什么，但心里面很清楚，这年头的中介市场不能说乱吧，只能说挺乱的。泥沙俱下，良莠不齐。很多中介的第一课，也就是岗前培训，其实根本不能说是培训，就是个洗脑，就告诉你。 客户先约了你，那就是你的客户找了别人，就是跳单，而且吃了上家吃下家的情况屡见不鲜。上家有时候卖房会给一个预估的价格，然后签个协议，让中介去卖，多出来的部分自然就归中介了。注意，这部分钱可不在中介费里面，中介费的那几个点是要另外给的，再加上中介费本身就和房价挂钩，所以有时候一些中介就玩手段了，嘴上说着帮你，但根本不可能降价。你说，不然我和对面房东直接谈价，你的中介费的点我该给多少给多少？ 不愿意，理由是担心你和房东私下联系跳单。如果这个单子谈成了，那自己就是既得利益人，所以张经理也不会乱说什么，只是很快说出了自己的价。楚兰听了，拉着周易走到一边道：“确实要比第一家低了很多，低的还不少，有个好几万的样子。虽然和七八百万的总价比起来很少，但是第一家中介可是明确说了，这一分钱都谈不下来。虽然不知道这第二家是怎么谈下来的，但显而易见，买房人是不在意你怎么做的，只肯有没有便宜。再和这个张经理。” 确认了后续的各方面服务之后，周毅便将合同发给了方大壮，让方大壮看看总是比较好。而且在这种事里面，只要不交钱，其实你就占据着主动。很快，方大壮把合同发了回来，里面改动了那么几条，张经理都没什么意见。那这样基本上就说定了。所以周总，您是全款对吧？对，全款。只要你把手续都跑好了，我很快就能付款。到时候直接给我钥匙，我搬进来，这就更没问题了。全款，所以不需要考虑如果贷款贷不下来会的情况。 搞定了房子的事，周易回到了乐府小区，开始着手准备搬家。虽然住了只有不到一年时间，但东西是出乎意料的多。很多人为什么搬家会费劲？因为他们没意识到自己的东西有多少，这都是需要提前几天就开始整理的。你喊这啦啦那啦,啦啦，人家是不负责给你搬东西的，因为人家不是搬家公司。当然，你非得要搬也不是不行，加钱，只要加钱都能解决。楼上刚刚搬来的那家，得罪就得罪了吧，无所谓的，反正都要搬家了。结果正收拾得起劲呢。 突然听到楼下好像开始吵架了，而且吵得很激烈。四<死>，我这个人其实不喜欢看热闹的，但这腿有时候不受大脑控制，下去了才发现这些邻居们倒的比他都快。刘奶奶也在，这会儿正在不断的劝说小王，不至于，真的不至于。这你们才结婚多久？小周搬进来前一个月你们才结婚的吧？怎么这就非得要离婚了呢？看了看前面的夏紫燕和王武成，周亦倒是不奇怪，这一对彼此的问题都很大。夏紫燕正在那里哭着说道：“刘奶奶。” 我也不知道怎么惹他了，今天回来就非得和我离婚。我给他道歉，我都差点给他跪下了，一句话不说，就是要离婚。所有究竟是什么情况？周毅看了看旁边的邻居大哥，问道。邻居大哥摇摇头，悄声说道：“我也不太清楚，我就是听说，好像因为今天早上的事吧。”小夏说：“小王不男人，应该像你一样，在昨天对方对他的时候上去帮忙。”这居然还和自己有关系？周某人都有点无语。昨天他可是逼着这夏紫嫣道歉来着，这剧情不敢想。小王刚开始一句话都不说。 到后面，好像小夏说了一句：“既然过不下去了，那就离婚吧。”完了，小王就说：“离就离，直接就要离，谁也拦不住。”明摆着这口气是憋在心里很久了。好像小夏之前也经常说要离婚的。周易好奇的看了看邻居大哥：“你这知道的不少啊，说的好像人家小两口吵架的时候，你就在旁边偷窥似的。这还叫不太清楚？那太清楚该是个啥情况？不过这情况真的没话可说。王武成明显是个闷葫芦，不善于表达，家里什么事都由夏子燕做主。” 而且在结婚前肯定是百依百顺的那种，结婚后夏子燕从来都不给自己的男人留面子。殊不知，对于男人来说，脸面真的很重要。你在家里可以随便怎么搞，小夫妻嘛，那叫有情趣；但是在外面，你得给你家男人留足面子，因为在外面你们夫妻是一体的，他的面子就是你的面子。只可惜这位夏小姐根本不懂。就周易之前见得，在外人面前也是对王武成幺五和六，想骂就骂。这会儿面对着刘奶奶的劝说，王武成终于开口了，只是声音很平静。 带着一种疲惫感，刘奶奶，别劝了，我已经想好了。他根本没有把我当成家人，我为什么还要凑过去呢？结婚以来，他说了无数次的离婚，既然那么不想过日子，就离吧，趁着现在纠缠还不深，对谁都好。可我只是说一说，我就觉得你结婚后不重视我了，你都开始吼我，你不听我的话。夏子燕哭着说道：“不用了，这些都不重要了。既然你觉得我不如别的男人，那就不用和我过了，咱们还是分开吧。对了，之前的彩礼这些，咱们好好算算吧。”这话一出口。 刚刚还在哭的夏子燕顿时暴怒：“你就是因为这点钱是吧？你就是因为我要彩礼了是吧？那我爸妈养我这么多年，不应该给他们一点补偿？但那是我爸妈的养老钱。”人群中，周易缩了缩脖子：“这就是婚姻吗？亏方大壮还让他选周欣然呢，开什么玩笑？周菜鸟可是懂法的好吗？”第三百零九章：赌个所以而已。眼瞅着面前的两人开始了互相的掰扯，周易的大脑提醒他回去继续收拾，但脚下却一动不动，落地生根。彩礼三十万。 加上不知道几斤之类的东西，还有房子，还有车子，反正周毅估摸着，小王同志结个婚，父母估计把半辈子攒的钱给贴里面了。但是没办法，你没车没房没彩礼，要想结婚，那真的是很难。结果现在要离婚，估摸着这些钱可得好好掰扯掰扯。当然，具体这部分钱怎么来弄，周某人是不太清楚的。他决定抽个时间去和方大壮了解了解。只是自己一个单身未婚男青年，还没咋样呢，了解彩礼返还的问题，好像有点不太对。 两人掰扯的话题已经从“你是你爸妈辛辛苦苦养大的，我难道就不是？”变成了“我要这些彩礼，那不是为了钱，是为了看到你的态度。”抱歉，周某人听到这里有点想笑了。都说君子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无完人。如果单纯是想看态度，也不至于把彩礼收下吧？反正我告诉你，王五成，彩礼我是一分都不会给你。还有这房子，这房本上也有我的名字，这房子的一半是我的，一半这房子都是我爸妈花钱的，你张嘴就要一半？什么叫张嘴？ 反正房本上有我的名字，你不给我，我就去法院告你。我当初就在网上查过，你只要加了我的名字，那就相当于赠予了一半房产给我。围观吃瓜的周某人也直接愣住。确实，结婚之前查这些东西好像也没什么，相当于给自己一个保障嘛。但是怎么看都有点不太舒服。不分男女，话说到这里，那是彻底的撕破脸了。房子、车子、彩礼、嫁妆等等的一切都可以拿出来谈，好像突然之间，一对恩爱的夫妻就直接分裂。当然，周易是比较清楚的。 能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现在都比较激动，另一方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走到今天这个局面，夏紫嫣那句“你不如别的男人像男人”的话，只是导火索而已。好在现在有离婚冷静期，两人还能缓一缓。刘奶奶等邻居在不断的帮忙劝说，很快社区的人也过来了，大家一起劝着，总算让两人稍微平息了下来。但王武成现在是彻底的决定，不管夏紫嫣怎么说，必须得离婚。怎么说呢？平日里你以为的那种老实人。 所谓的几棍子打不出一个屁的老实人，其实很多都是那种传说中的犟驴。他们一旦说决定了某个什么事，那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最起码王武成觉得自己想得很清楚，离婚了对双方都好，要不然就这么过下去，自己肯定要疯。而且他现在更加注意的是，自己给出去的彩礼、房子这些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因为他肯定是不愿意分对方一半的全款房。夏子燕一家没出一分钱，今天已经谈到这样，王武成觉得夏子燕是绝对不会退钱的，所以他想着。 要不要找个律师咨询一下？结婚之前根本没考虑这些事，对夏子燕千好万好，对方说什么都答应。唉，瓜吃不下去了。周易已经决定将婚姻生活话题当做下一次和方大壮咖啡馆聊天的话题。周易这边已经步入了正轨，张经理在不断的帮忙跑手续，定金已经付了，只要手续跑完，后面的钱会马上到位。与此同时，另一家中介店里，葛经理很快知道了这件事。很多是外行人可能要想知道得费很大劲，但是行内的。 其实根本瞒不住，找了别的中介买房是吧？好，跳单。葛经理坐在店里，气得浑身发抖。找了他就得通过他买房，不然就是跳单。这就是他的认知。你再找其他中介又如何？这房源就是你从我这里拿到的，其他中介直接捞现成的吃，这绝对就是跳单。而对付跳单的人，中介的办法很多。不过葛经理还是想着先和对方沟通一下，如果能给他中介费，那也还行。我之前就和你说过吧，这房子你要是想买，只能通过我来买。 最起码到今年年底之前都应该是这样，否则你就是跳单，结果你还是买了，对吧？从别的中介那里把我直接撇开了。对面正在通过张经理寻找自己房子的楚岚皱起了眉头，道：“葛经理，我再和你说一遍，你没办法谈下去的价，别人有办法谈，那我肯定是选别人。怎么现在我通过中介买房，那明知道你卖的贵，我还必须通过你？你这是强买强卖吗？”葛经理直接吼道：“别说那些没用的，我带你看房没？你是不是从我这里知道的这房子？然后你又去找别人买？” 把我撇开，你觉得自己做的很对？我还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无耻的人。我告诉你，你这就是跳单，把中介费给我，不然你等着！啪！楚兰话都不想说，直接挂了电话。就凭你这态度，带我看房的那点茶水费都不给你了。房子就在那里，中介做的事应该是通过自己的服务来达成居间合同，而不是想着仅仅依靠一个垄断房源信息就想赚这笔中介费，这是不正常的。中介公司内，听着手机里的忙音，葛经理真的是火大，眼瞅着这么大一笔中介费。 被别人赚走了，而且差价也没吃到，那不火大才奇怪呢。楚岚是吧？好、啊，你等着。中介为什么被诟病很多？不单单是因为黑中介横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经常会很神奇的知道你的个人信息，比如你住哪里，比如你的联系电话，比如你的需求是要卖房还是买房，然后突然就一个电话过来了，让你觉得很懵逼。哎，他们是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和名字的？这就让人极其反感。楚岚为什么首先要找葛经理？原因很简单。 他最开始是在葛经理他们中介公司租的房子，那次过程倒是很顺利，所以后面要买房了，也肯定先找之前认识的对方给推荐了这位葛经理。于是现在葛经理都没费什么力气，就在中介公司内部找到了楚岚的住址，也就是之前租的房子所在位置。中介找人麻烦的方法无非就是那么一些，上不得台面，却会让你很恶心。至于说起诉葛经理，确实有过这样的想法，但也仅仅是想法而已。正常来说，除了某位靓仔，很少有人动不动就去法院。 走法律途径，对于很多人来说，基本上都是其他路走不通之后的最后一个常识。那么就只能用上不了台面的手段来找人麻烦了，比如弄一个呼死你。这是在不知道地址的情况下，那要是知道地址了，就可以上门去用胶水堵个锁眼之类的。反正核心观点就一个，我赚不到钱，你也别想好过。以前就这么干过，对方据说还报警了，但是没用。所以葛经理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他虽然叫葛经理，但是真的很年轻，才二十岁。按照正常来讲，这会应该还在上大学。 店里的中介都是经理。经过了两天的时间，楚岚总算把自己的房子也找好了，跟周易一个小区，都是光明峰小区，只是他那属于小户型，不过也很不错了。对于楚岚来说，帝都那地方迟早是要逃离的，因为他很清楚自己不可能靠着自己的本事就在帝都买房，那太不现实了。而现在，如果把这套房子买下来，那将会是自己人生的第一个窝。他也不像是某个靓仔那样的有钱，只能付个首付，身上所有的积蓄加起来也不够房款。 更别说人总得给自己留条路，钱这个东西，千万别听那些投资理财的人胡咧咧，都拿去搞投资或者干嘛，身上一定要备着点，万一出了什么要紧的事，这就是你救命的东西，千万要记住。手续什么的都由张经理跑。楚岚又恢复了上班，又是一天工作结束，站起来伸伸懒腰。相对于帝都的快节奏，荆州这边或者是腾达公司里，感觉很舒服。和同事打个招呼，楚岚一路往家走。他平时习惯独行。 结果到家拿出钥匙准备开门呢，却发现怎么弄都没用，让人感慨现在的门锁质量真的好，自己家的钥匙都打不开。没办法，楚岚掏出手机开始联系房东。房东是一个阿姨，嘴很毒，住得挺近。来了之后便开始嚷嚷：“你咋回事啊？人家前面那么多人都住得好好的，怎么就你特殊？才住进来几天，门锁就坏了呀？”楚岚被说的头都抬不起来，勉强回道：“阿姨，我这也不知道咋回事，就我走的时候还好好的呢。行了，别说这么多了。” 得换锁了，咱们预先说好的呀。这房子里小东西坏了，都得你自己修的，锁也得你自己换。我这有个开锁公司的师傅，我喊他过来吧。楚兰没说话，只是叹口气。她一个女孩子，年纪轻轻就在帝都打拼，可以走到高级公关经理的位置，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人，也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事。这种那不算什么。很快，开锁师傅过来换一个新的门锁，便宜一点的要两百块。楚兰答应了，让赶紧换，两百块，你咋不去抢呢？你老范，一百块给人姑娘换了。 行不行？一百块我连成本都不够，那就一百五，不能再多了。而且换下来后，你给检查一下，看看这锁到底咋回事，怎么会突然打不开？房东阿姨叉着腰说道。开锁师傅翻了翻白眼，只能点头答应。他的动作很快，没多久门锁就换好了。换下来的锁则拿到旁边开始仔细检查，只是看着看着，那眉头就皱了起来。这锁里面被人灌胶水了，所以才打不开的。开锁师傅对着房东阿姨说道。房东阿姨脸色一变，顿时看向了楚岚小姑娘。 你这是得罪人了吧？锁眼里灌胶水，这他妈谁干的啊？楚兰一脸的茫然。我得罪谁了？等等，不会是那个中介吧？但是这也不能说，只是含糊道是得罪了一个人，但这也……嗨，你这小姑娘知道什么？这年头的人可坏着呢。房东阿姨瞅了瞅开锁师傅，随即拉着楚兰来到一边。我跟你说，你得注意着点，晚上早点回来。平时在外面摆一双男拖鞋，买一些便宜的烟，在门口丢几个抽剩下的烟头，知道吗？楚兰闻言笑了。 他这么多年都是一个人在外面过的，类似的招数门清，但是这个嘴硬心软的房东阿姨还是观感很不错。眼见的楚岚笑了，那阿姨好像要给自己找不回来一样，依旧很凶道：“行了，回去吧。我跟你说，我这房子可是好地方，不想听到哪天报道说我的房子里出了事。”房东阿姨和开锁师傅都离开了。楚岚仔细检查后，将门反锁，又在门口放置了一个瓷杯，只要有人在外面转动门锁，那瓷杯就会摔下来，效果不大，但是可以起到预警作用。不用想，他也知道。 是那个葛经理弄的，只是没想到荆州这边的中介路子这么野，居然真的赶上门来报复。虽然暂时只是胶水堵锁眼，但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天知道对方会做什么事，怎么办呢？楚岚掏出了手机，他准备给周毅打电话。之前入职的时候，那个 H 二贺总监各种宣扬公司的福利，说只要员工遇到了个人很难解决的问题，都可以找周总来解决。那我这个也算是很难解决吧？报警可以报，但自己现在什么证据都没有，报了也没用。想着，楚岚拨通了周毅的电话。 而在此时，乐府小区的家里，周毅则看着门口的男人，一脸的疑惑：“王先生，你找我有事吗？”那句“我和夏小姐真的没什么关系”的话，郝璇差点说出来。这吃瓜本身很好，但是吃到了自己身上就很不爽了。这要是说出来，估摸着今天晚上这房间里大概只能有一个人走出去了吧。王武成勉强笑了一下，道：“周总，其实我是想找您帮忙的。您之前起诉过那个许玉凤家，我想问问您找的什么律师，能不能帮忙推荐一位？推荐律师啊？”周某人顿时松了口气：“这个我熟。” 不是我说，你找对人了，王先生，律师好说。不过你确定真的打算离婚，而且还想打官司，对吧？这个诉讼费用什么的可不便宜，这得预先说清楚了，省得完了再被埋怨。不是没有过类似的案例，两人离婚，那各种官司完了，等打完分好家产，才发现这家产缩水了好多呢。但是好像不说也没事。收费是律师，又不是他周某人。我确定了，那好，我这里有位美女律师。话刚刚说到这里，收紧响了。周亦抱歉地笑了笑道：“那个王先生。” 要不你先回来坐，我去接个电话去。王武成自无不可，走到客厅里，坐在沙发上，而周亦则走到阳台上接通了电话。他有点好奇，良心很大的楚经理，这会给自己打电话干嘛？喂，小楚，怎么了？什么？你被之前的中介堵锁眼了？第三百一十章敲黑板，在刑法里，三是个很神秘的数字。说详细点，怎么回事？周亦的表情变得严肃了起来。小楚这可是为自己办事呢，出现问题了，自己肯定得帮一把。是这样的，周总，今天下班回来后。 我就发现门锁打不开了，于是就找了房东阿姨，还有开锁师傅换锁。楚岚把遇到的事简单说了一下，虽然不能完全肯定就是那个中介经理干的，但仔细想想，其他人完全没有这个理由来这么做。正说着呢，楚岚又道：“周总，我来电话了，是那个中介打来的，我先接一下。嗯，记得录音。”楚岚接通了葛经理的电话，很快一个声音响起：“楚小姐，我现在打听清楚了，那个房子是你替你们老板看的，那你就和他说一下，这个中介费是必须要给的。” 否则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所以今天你就把我家的锁眼堵了是吧？楚岚开口道：“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总之，民法典有规定，你这就是跳单没跑了。我还就奇怪了，这世上就不能讲理了是吧？”废话说了半天，楚岚挂了电话。对方应该也有点准备，在电话里只要一说堵锁眼，就直接否认说自己不知道。但就这态度，楚岚现在已经可以确定，绝对是这个家伙做的。很快又拨通了周易的电话：“好，我知道了，就是那个中介是吧？” 我来想办法，你今天先小心点，放下手机。周易直接一拳倒在了床上，他觉得心里有股气。放在别的行业，那都是要货比三家的，怎么就房地产行业不一样？怎么就中介行业带看后就必须选他了？现在选了别的中介，中介费也是照样付的，结果还是被找上了门，用这种不入流的手段来吓唬人。周易自己感觉对方应该也就是吓唬人，你让他干其他的他，他未必有哪个胆子。但是这件事确实得快点解决，毕竟原因就是因为他周某人要买房。 这买个房是有多难，费尽了心思想着避开房地产的坑，比如烂尾这些，结果又掉进了中介的坑，就真的很服气，有种感觉，这买房子的钱就像是一块大肥肉，从上到下，不管哪个链条的人都想着过来咬一口。现如今连带着看了一次的中介都逼着必须要中介费，好，还讲民法典，还讲法律是吧？咱们就好好讲法律。时间确实不早了，但无所谓。一个电话给方大壮打了过去，五秒后挂断。办完了这些，这才回到客厅。 看着王武成道：“王先生，我等会有点事需要出去，但是律师可以给你介绍，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水平绝对没话说。”王武成顿时站起来，很感激道：“那就谢谢周总了，实在是麻烦你。那位律师叫什么呢？姓周，叫周欣然。我现在把电话和地址给你，这会应该下班了，你明天过去，我帮你通知一声。”王武成千恩万谢的离开，周亦则下楼开车前往咖啡馆。毕竟只是一个婚姻官司，周菜鸟的水平绝对可以应对。方大壮都懒得看这些。 一路开车来到了老地方咖啡馆，和东叔打了个招呼，才发现方大壮和周欣然已经到了。哎，这次你们俩挺快啊！周某人一边坐下，一边端起咖啡，笑道：“周欣然没说话。”方大壮一脸随意：“都下班了，闲着也是闲着。对了，今天咨询费不用给了。”什么？周易差点跳起来，方大壮居然不要咨询费了？这是转性了？可惜那句话还没说出来，方大壮已经继续说道：“今晚去吃个饭，就当我请客了。”周易坐稳了，方大壮还是那个方大壮，没错。 所以今天你要咨询个啥事啊？周易赶紧将之前楚岚的事说了一下，临了才道：“方大壮，这个故意毁坏财物罪我是知道的，五千块以上就是数额较大，够得上进去了。但这个门锁怎么算呢？报警了，感觉效果也不大。寻衅滋事确实很不错，但不错归不错，现实中真的很少会因为这样的行为直接定寻衅滋事这个名头，基本上都是用在另一个方面，一个不方便说的方面，让你在平时认真点。你不认真，你是不是忘了我之前说过的？在刑法中，三。” 是一个神秘的数字，很多的罪名都和三次有关，比如你之前把那个偷外卖那个送进去的盗窃罪，所以你咋就忘了故意毁坏公司财物三次以上的，同样也可以认定为故意毁坏财物罪。周易闻言愣了愣，方大壮好像真的说过，不过仔细想来，好像不只是刑法，民法里面三都是一个神秘的数字，所以只要我把证据都固定好，他敢来三次，那就可以直接报警抓是吧？方大壮往后一靠，点点头，反正你又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了，嗨嗨。 周易突然话题一转道：“对了，欣然，我的一个邻居好像是要离婚，但是对于彩礼、嫁妆和房子这些有点弄不清楚，想问问，想咨询一下你怎么办？”周菜鸟一直在旁边打酱油，听着这两个很行的男人在那里聊一些奇怪的话，结果没想到还有自己的事。结果还没等他说什么呢，旁边的方大壮就一脸热切道：“离婚要打官司吗？一方出轨了还是怎么回事？打架了没有？什么过错？”说完了才发现，周易和周欣然都在看着自己，眼神奇怪。 嗨嗨，那什么，这不是民法典对于婚姻家庭的一些条款做了修改吗？我这职业病，职业病，别管我，你们继续。这还能怎么继续？周易耸耸肩，将王武成的联系方式给了周欣然。接下来就是日常操作了，吃饭喝酒，继续聊一些很行的话题。第二天一早，楚岚刚刚到公司打卡，屁股还没坐稳呢，便又被周易喊着回了家。因为周某人打算开始固定证据，对方现在这想法，估计自己也觉得不可能要钱了，肯定是打算报复，所以后面说不定还会再来。 装个监控，有备无患，真的就是有备无患。周易又不是方大壮，动不动就想让人进去，他只是觉得这三次机会就相当于给了你。如果你继续一意孤行，那就一切按法律办。不过在这之前，该有的告知书是必须要有的。虽然说这东西其实没有也可以，但是周易现在做事颇有种滴水不漏的感觉。装监控还是出租屋，所以得联系房东获取同意，还有物业也得报备一下。至于两边的邻居，那好说，监控不是随便安的。如果你的监控把。 旁边邻居家的门都纳入了范围，那很抱歉，你这就是属于违法行为，因为别人的隐私权同样需要尊重。但是如果你的摄像头只是对着自己家的门、楼、哦、梯口以及别人家进出的人都照不到，那倒还算可以。现在为什么很多人装监控摄像头会引起邻居的反感？原因很简单，现在用的多是那种三百六十度的摄像头，几乎是无死角的，别人家进出什么人都看得清清楚楚，那不引起反感才奇怪呢。但该有的告知还是要有，这方面房东阿姨已经打了保票，说没问题。 他和这两户都是多少年的老邻居了。他去说，反正不能在他的房子里出事，那这就没问题了。于是，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楚岚眼睁睁地看着这位周总很是熟忍的开始装监控，装监控还不说，又在手机上找了个什么文档出来，改了改内容，就让他去打印。看了才知道，那是一份告知书，就是说警告那个往门锁里滴胶水的人，勿谓言之不预也。很快，监控装好，告知书也贴好。周易拍了拍手，道：“行了，那个小楚啊，这几天出入注意点。” 安全。如果对方不来，那就再好不过。咱们也不是非得找事。但如果他又弄了，你也不要声张，把这些证据保存好。等到对方来三次以上后，你通知我。楚岚恍恍惚惚的点点头，他感觉周总干这事真的太熟练了，好像以前干过好多次似的。完工了，周某人回家继续收拾东西，明天付钱就能直接拿钥匙。他准备喊几个朋友帮忙，倒不是说不愿意出钱。事实上，很多人搬过家就知道，请搬家公司的人干活那是固定的钱，但是喊朋友帮忙就说不定了。 完了，这必须得安排一顿大餐，喝酒吃肉。这一顿下来，那可不是请搬家的那点钱就能搞定。可周亦还是愿意喊朋友，这也是一个和朋友一起开心的好机会。一切都在按部就班的进行。而到了第二天的上午，王武成来到了律所，心情有点忐忑。话说回来，这还是他第一次找律师，家里父母都没敢说，因为当初找夏子燕，父母就不太同意。用王武成母亲的话说，这个姑娘不好相处，拎不清。不管是男人女人，在找另一半的时候，必须得记住一点。 不能找那些拎不清的人。当时还觉得母亲说的不对，现在看来，唉，父母尊敬他的意见，所以该出钱出钱，该出力出力。结果现在自己反倒要提离婚了，这大概就是活着吧。进了律所说，说找周欣然律师，然后就被带到了最大的那个办公室。一个头发不太多、戴着金丝眼镜的男人正坐在里面，而在旁边则是一个身材长相俱佳的女孩。你好，我是周欣然。周菜鸟上前道：“这位是我的老师方许静，方律师。他闲着没事做，过来听听。” 王武成自然没什么意见，很快就开始了自己的咨询。周律师，你看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彩礼三十万，五金那些我就不说了，大概也花了个七八万。车子是婚前买的，房子是婚后买的，但是上面有他的名字。现在就是彩礼有大概二十万在他妈妈手中，说是帮他拿着，其实就是说作为补偿，只带回来了十万。然后嫁妆是两万，都在他手中。王武成不断说着，周欣然的眉头皱起。你说房子是婚后买的，而且房本上有对方的名字，对吧？ 周欣然开口询问道：“王武成点点头。我说要婚前买，他不知道在哪查的，好像是网上吧。说不能婚前买，婚前买了就是我的婚前个人财产什么的，所以必须得让婚后买，然后一起加名字。”说到这里，王武成都忍不住想骂自己了。当初他是真的什么都没想，就想着和夏子燕安安稳稳过一辈子，觉得肯定不可能离婚。结果呢？对于这些明显是有了算计的举动，都没在乎。周欣然都忍不住道：“不是你咋想的，当时……” 人家都在各种考虑，万一离婚了的财产分割，你就一点不管？他那会，他那会说这是要看到我的态度，给他一个保障。毕竟他嫁过来以后，万一我对她不好，也有个保障。周欣然没说话，她确实家庭条件挺好，只是现在就算没有家里支撑，她也可以在社会上立足。反正周菜鸟一直觉得，不管男人女人，最大的保障就是自己，而不是什么房子、车子、彩礼之类的东西。只要他自己能赚钱，那就算是遇人不淑，离婚了也没什么，照样日子可以过得风生水起。 只是这些话当然不能乱说。现在已经送了两个相亲对象进去了，至少在相亲这个圈子里，别人看到了都躲着他。正在此时，一直在围观，好像憋得很难受的方大壮开口了：“小伙子，你们结婚多久了？有没有孩子？感情状况如何？是谁的原因？所以要离婚？买房子的钱是谁出的？你们俩还是你们的父母呢？”问完了，又看着周欣然道：“和当事人别问那些没用的。”周欣然耸耸,耸肩：“他这老毛病了，结婚大概就是九个多月，没有孩子。” 感情状况只能说凑合，离婚原因是性格不合。买房子的钱是男方父母出的，这就是王武成的回答。听到这里，方大壮顿时笑道：“小伙子运气不错。如果是民法典还没出台前，按照以往的婚姻法来看，别的不说，你这房子可是真的不好弄。婚后买房还有名字。”听到这，王武成好奇道：“这个方老师是吧？那我在百度上看了，那个他之前也说，说是婚前买房，婚后加了名也没用。那如果加了名？” 也没用，这个不动产权证到底是什么情况？而且我看网上说，那婚前贷款买的房子，那就算是不加名，婚后一起还房贷的部分也是要看作夫妻共同财产来着。那加名不加名有什么意义吗？这是昨天王武成在百度了半天之后难以理解的地方。网上的说法太多了，众说纷纭，而且很多都是挂着律师的招牌，有的说在证上加名没用，有的说有用。反正查了半天，他是直接看懵逼了。方大壮闻言笑了笑，没说话，倒是旁边的周欣然开口道。 你这个问题就问的比较有意思，如果要给你回答清楚，都可以写一篇论文出来了。要明确这个问题，你得首先分清楚物权和债权的区别。